心里一点都没有讲话，心里没有感觉到这种东西。你想想，忘记了讲了，忘记了讲了。OK， 其实我有一点点紧张。我没有麦克风，但是有时候你们可以听到我声音哦。今天呢，我讲关于裸睡。一讲到裸睡，很多人搞乱。裸睡跟 NBA 不是一样的吗 ？OK， 裸睡跟 NBA 不一样。OK， 就是 OK。罗素就是奥洛派的人来教伊斯兰的知识，来给他乌马，那比没乌马，其实这个东西。我们的罗素其实每个人的罗素不一样，不是不一样，就是以前的罗素是不一样，现在罗素是穆罕默德，穆罕默德林阿卜拉，我们去亲爱的罗素就是他。知道吗？有些人呢，他们不要变成这种这种穆罕默德的好处哦，其实当穆罕默德的乌玛的好处，其实很多好处哦。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可以讲一个 ，OK， 就是当我们去世了过后，我们在马绍，在马绍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几万个其他人的乌玛，但是我们穆罕默德排在最前面的，那我们穆罕默德的这个职位太高了。然后呢，这些阿赞是小黑，这种人呢，穆罕默德先会打开天堂的门给他们进去。穆罕默德对他乌玛的爱真的很深。啊，有一天呢，老多教友知道，你去穆罕默德家，你问他我可不可以进来？如果穆罕默德讲可以，你就请；如果你就进去；如果穆罕默德讲不可以，你就出来回来。然后伊斯兰就去。他有问穆罕默德我可以进来吗？穆罕默德讲可以。他说你们知道伊斯兰的工作是什么 ？OK， 所以我不要讲了啦。OK， 所以当伊斯兰在慢慢的拉旁边有吉布不要看到穆罕默德，那穆罕默德就问了，吉布，就你不要看我。然后吉布就讲，我不要看一个哈比蒙了，这样痛苦，面对这种 sacred mount。当罗素了。面对这种东西吧，他讲，如果这个 sacred mount 将痛，来，全部他乌玛的这种痛苦，来全部给他，他不要他给穆罕默德要，他乌玛面对很轻松的 sacred mount， 穆罕默德不要他乌玛很痛苦，好吗？穆罕默德的心，他爱真的很深。如果我们不同人呢，哇，不要朋友，给全部给他们。我给我轻松了，我老是说那我要给我轻松啊，有些人这样子。说到这第34句，对，我的人民的生活的火箭，稳固了没？稳固了没 ？Youth love it， 不用提供人民爱呀的 love， 我的黑子们。这个句子已经讲到，我们用我们学过 hadith， 我们听过 hadith， 那我们去做我们学到东西，我们的 sunnah， 我们跟着 Al-Quran， 那我们继续做，然后呢多一点，好像我们呢一直忘记那种没有 salawat， 有时忘记它。尽量你们一天最少十次，不用不要，我他妈说你还是一定的不很满，最少是10万给他，我们记得他，不是因为我们，没有我们好处，是我们未来的好处，我们的小方案，我们的很满足我们的小方案。我不知道怎么好，所以感觉是隔了。我是我龙了。在我心中，我们跟着我们听过的故事酸甜苦辣，你看过的黑暗，只为了带来真相的光明。我进来的时候，
我讲阿萨拉姆阿雷克，所以说我出来我还是会讲阿萨拉姆阿雷克，再见。